告诉你们，从现在开始我跟这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不怨妈妈，怨爸爸。妈妈说永远不抛弃咱们。那他为什么还不回来？儿子，站住！少爷，听老爸的话，老爸一辈子不原谅你。无名，闭眼，把眼睛闭上。我妈跟你说，二楼的那个房子就是你爷爷奶奶家，待会儿看见爷爷奶奶要叫啊，懂事点，别怕，他们都是教授，人可好。黑有脸来见我们，爸，你别管我叫爸，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你这个儿媳妇，我儿子就是你害死的，我叫你勾引他，他怎么能要死要活的跟你走啊？到现在弄成这个样子，伯父，我知道你一直都不肯原谅我。我是想跟您说，我本来想带着穆昭的骨灰来见你，他现在已经入土为安了，请你们二老放心。伯父，这是您孙子。桑爷。桑爷，快叫爷爷过来啊。爷爷。哎。好孙子，爷爷，哎，让这个女人滚，让这个女人滚！妈呀妈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！我儿子都死了，你还有什么脸活着啊？你还我儿子，你还我！别打，别打，打了也没有用的。我儿子就是为了这个没有良心的女人害的，要不是为了她，她怎么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啊？在监狱里的那五年，我儿子他自己带着孩子苦苦的等了你五年啊，他都是为你死的。好吧，咱们从今往后谁也不认识谁，你以后也不要再来了。桑爷，走吧，爷爷妈走。桑爷，你不能带走桑爷，桑爷现在是我们桑家唯一的独苗，他必须留在我们身边，你走吧。伯父，你不能这样。桑爷，桑爷，伯父，快来呐！伯父，你不能不让我带走我儿子。
起，对不起。我知道，你们看见了孙子，就像看见了儿子一样。我就让桑叶陪你们几天，我可以等，我等着，我可以等。你滚！你滚得远远的！你别想再让桑叶了。两天了，您就让桑延跟我回家吧，我们真的得回家呢。你自己走吧，孩子，我们绝不让你带走。桑延，你自己干嘛出来？桑延，别出来，别出来！你妈拯救你，你也别答应啊！快进去，进去！伯父伯母，伯父伯母，开开门呐！我知道桑延是你们的孙子，不然我不会带他来见你们。是他也是我儿子呀！告诉你，你要再闹，我就报警了，把你轰走。桑延，桑延，从今天起，他没有你这个妈，你也没有他这个儿子。那是说没有就没有的吗？他是我亲生的呀！我告诉你，裴素玲啊，桑延他自己说了，他没有你这个妈，你想把他带走，根本不可能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今后啊，我们绝不会让他再跟你见面。傅伯母，我求你们了，你们就让我把桑延带走吧。我裴竹林长这么大，从来没给谁跪过，今天我给你们跪下了。同志，给你钱。Thank you.
孙子喊我。啊！怎么了？不好！啊！三爷没了！啊！外外里里把爷爷奶奶家臭不都叫了。嗯。哎呀，老爷子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，老爷子？报警！报警！给派出所打电话。哎，我打电话。小朋友慢一点儿，干什么呀，我不听话呀，这人多你再丢了。我要跟你爷爷奶奶，我不要你。坐了这么长时间火车了，见不着你爷爷奶奶了，听不听话，不听话我给你喂狼了啊。我跟你说我要爷爷奶奶。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警察同志，我得给您解释多长时间您才能相信我呀。你们真的是搞错了，他是我亲生的儿子，我是他亲妈。他叫桑岩，不信您去问问他，他真的是我亲生的呀。你在这儿有亲戚吗？没有。那你来干什么？啊？谁能证明你是这孩子亲妈呀？我有家不想回行吗？她是你妈妈吗？不是，那你家里人呢？你怎么会跟这个女人出来的？她跳着窗户把我抱出来的。看什么看？我在看我儿子，不行吗？喂，啊，对，对，我是，我们倒是拦住了一个带着小男孩的女人，对，是有些可疑啊。我们正在盘问，叫什么？裴淑玲。是我，是我，我叫裴淑玲。好好好，好好好。搞错了吧？孩子的爷爷奶奶马上就到，我看你到时候说什么。我们已经啊跟他家里联系上，也与当地派出所打了电话进行了沟通。您这位老同志一看就有学问，应该懂法呀。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如果母亲有能力抚养孩子，孩子就应该交给母亲来抚养。这种家庭纠纷呀，法律是会保护母亲的。哎呀，警察同志，他是刚从大牢里出来的，他是土匪，他是流氓。哎呦，没那么严重，他要是真做了什么违法的事，我们会管的。不过他现在只是想抚养自己的孩子呀，这是他的合法权益呀。那警察同志，我们要是跟他打官司，那会不会还判给他呀？对呀，法律是会保护母亲的嘛。我说你不要追了嘛，没用的。放开我！我要去见我儿子。警察同志，你今天得把话跟我说清楚了，我是这孩子的亲妈，我为什么不能带他走？警察同志，你看他这脾气啊，他都敢和您急。警察也是人吧，警察也得讲道理吧。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就要给我扣大帽子呀？啊？你在里面也接受这么多年教育了，应该懂事。你把老人的窗户都撬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怎么着也应该先给老人赔个礼道个歉吧。啊，伯父伯母，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，我把你们给吓着了，我求你们看在我是桑岩亲妈的份上，就原谅我吧，行吗？我真的不能离开我儿子，我在我的心里跟他爸发过誓，我一定要好好待他。
我求你们了，我跟你们保证，我真的，我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把他培养成人。我求求你们了，行吗？我求求你们了，桑爷，奶奶走吧，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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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奶奶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啊，桑爷，我这要开了，爷爷再见，爷爷奶奶再见，桑爷，桑爷，爷爷当着孩子面。回去啊，好好培养培养和孩子的感情，没有感情，你是他亲妈，他也不认你。警察同志，谢谢您啊！我刚才不应该冲您那么吼，我以为您会把我儿子带走呢。我干20年警察了，从里面刚出来的人敢对警察这种态度，你算是第一个。谢谢您啊，谢谢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走吧。走吧。金花，哎，开开开，干嘛去？还好意思让警察通知我来领人？又犯事了吧？真是丢不起这人！你说谁丢人？你还有脸说我？我怎么没脸说你啊？我是你哥，你也配呀？我丈夫没了，都是因为你，我连我丈夫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得到。哎，快！哎，小孩咋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跟我丈夫发过誓，从今往后我绝不踏进裴家一步。桑爷，我妈走了。黑树林，有种你一辈子也别进裴家。桑长死了。小倩的爸，小倩的爸。哎呀妈，不是说了不让您来了吗？您怎么又来了？您和孩子呢？走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他说以后啊再也不进咱们这个家了。那你快去找他们去，快去啊。我怎么找啊？你赶紧给我找，你要找不回来你也别回这个家。我要个煎饼，拿着吃吧，吃饱了你好再跑。真不知道你爸怎么给你养大的，他把你跟狼一块养的吧。疯了吧你啊，我刚给你买的煎饼。听说老高家那院的媳妇儿不正经，哎，要离婚啊？就是啊，好多人都知道，这面都知道。啥事儿啊？你说，这昨天晚上听说打一媳妇呢，该，搞破鞋不打他。看来这次非离不可。你过不长，你这种事儿能过吗？小时候咱们一块玩大的，还不知道他。是啊。周琴，周琴。树玲，玲姐，哎呀，姐妹你回来了。树玲，快进来吧。
哎，小朋友快来！淑玲啊，这是我叔叔的院子，让我帮着照看着。他去他山西他女儿那儿去了，一时半会儿不来。快来，真好，哎，挺好吧？小朋友，快进来！你们俩收拾收拾，凑个住吧，挺好吧？挺好。还有里面呢，来。怎么样？哎呀，住在这儿啊，挺大的呢。啊。金子，谢谢。哎呀，玲姐，咱姐俩，你别老这么客气嘛。再说在里面的时候，你没少帮我，我心里感激还来不及呢。咱不说好了吗？谁先出来就为后面的人出力帮忙，对不对呀？哎，桑爷，哎，谢谢阿姨，过来呀，过来，桑爷，哎呀，叔，哎呀，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呀，哎，玲姐，这是你儿子呀？啊，是亲生的。张开嘴，别躲、啊！张嘴，快点张！你到底吃不吃啊？吃！干什么你？妈妈。
行呀，玲姐，就这点活一学就会。秦子，这活我真干不了，有没有什么卖力气的活？瞧你这点出息，就知道死卖力气，男人都比不了你。哼，看你说的，走。回来晚了，这就给你做饭哈。桑爷，妈就那么可怕吗？来，怕我什么呀？爸能吃了你啊？啊？告诉你啊！臭小子，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知不知道？妈呀，这辈子最疼的就是你。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妈不该打你。可妈打了你，
妈心里也挺难受的。曾云，很长时间了，妈一直都想告诉你，妈出狱的那天被你舅舅和你姥姥接走了，那是因为你姥爷生了病，病得很厉害，他们想让妈见他最后一面。妈也是他们的孩子，就这样，妈也没见着你姥爷，我已经好几年没看见他。你知道吗？老辈的人走的时候，小辈的人是要在他身边守着的，这是最起码的孝顺。可也就是因为这个，我没看见你和爸。妈真的觉得，对不住你们。你知道妈心里有多难过吗？你知道吗？曾爷，你告诉妈，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爸走之前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曾爷，曾爷。过得不像人样，你也忍心让你儿子跟着你受罪吗？玲，玲，我宁可让我儿子跟着我受罪。玲，燕都不会原谅你。玲。叫你妈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怎么不答应？看见什么没有？赶紧给我说啊！我打你！看见什么没有？哎呀，淑玲，你回来了！裙子来了。哎呀，我正跟你儿子聊天呢。是吗？你有事儿吗？没事儿啊，我就过来呀，看你需不需要什么东西。不需要。我这房子的租金我能不能晚两天给你啊？哎呀呀呀，淑玲，咱们还是好姐们呢，你怎么老那么客气呀？那天我跟你开玩笑呢，别往心里去。哎呀，淑玲，你这儿子可真可爱。是啊，小东西，哪天阿姨再跟你来聊天啊。
我走了。哎，慢走啊，有事说话。哎，科长，每隔三五天就丢件衣服，我昨天派人去盯，就那个裴助玲嫌疑最大。是刚劳改释放回来那个吗？对，每天中午不吃饭，老往家跑，下午快上班才赶回来，肯定有问题。科长，别走啊，这还没搜完呢，这院儿鸡窝啊，这窝接着搜啊。科长，那屋还没搜。嗨，你倒提醒我了啊，搜去，门开着，那是放杂物的，我从来都没进去过。大伙儿别看了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啊。裴淑玲，有什么话咱们回厂里说行不行？等等，既然来了，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想干什么？你得当着大伙儿和我儿子的面，你还我个清白！你得给我赔礼道歉，你知不知道？科长，你看这个，没搜到。哎，科长，这是什么呀？哼，是这个吗？你放出来了。这是什么？你们这些出来的人啊，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不单是胆子大，你太能装了，你比那些电影明星都能装。你不是厉害吗？你不要让我还你清白吗？你的风劲哪去了？一定是替他儿子偷的。那小子身上伤痕是不是？给我搬来。你敢？放开你！别动！放开！三哥。孩子穿的不是咱们厂里的衣服。裴淑玲，我知道你带着孩子过日子不容易，但你不能这么作践自己。我今天放你一条生路，明天开始你不用上班了。话说得好，贼心不改。你说笑什么？说什么呢？啊，说什么？过来，你说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干的？那我也不知道，他们都翻出来呀。刚才我一直给你使眼色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你傻了你吧？坏了坏了坏了，这下完了，淑玲。你千万不能告诉他们是我干的呀，姐，咱们俩可是好姐妹，这次你千万要替我扛着啊！你千万，我求你，这个怎么办？这次这黑锅我替你背了，但是你得记住，
以后别干这种缺德事儿。我明白了，姐，让你替我受委屈了，对不起。那我走了啊。姐，那干嘛？这个月房钱我不要了，你不用给我了。你滚！啦啦啦。